年他为了自杀准备的绳子，终于男人做好了一艘木船。他带上威尔逊还有一个没拆开的快递，朝着大海游去。这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，男人立马打开扬帆，成功的穿过海浪。男人开心的大叫，回头看着眼前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小岛，他不由得哭了起来。或许没人能想到他居然还活着，而且这将会是一段漫长的路程。途中他渴了就喝露水，饿了就下海捕鱼。夜晚天空突然狂风暴雨，波涛汹涌的海水拍打着小船，肆意的暴风将船帆吹走。第二天木船已经破败不堪，摇摇欲坠。男人醒来时发现威尔逊不见了，他慌了，急忙大声喊着威尔逊，发现他正在不远处飘着。男人赶紧跳下船想去捞，但是威尔逊却离他越来越远。没人能理解在一个孤独的岛上，他日日夜夜的倾诉对象会是一个排球。最终男人孤独地躺在小船上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让人心疼。现在他放弃希望，扔掉船桨，静静地躺在船上等待着死亡。突然一艘货轮出现在身后，男人激动地伸出手求救，嘴里喊着自己老婆的名字。男人被救后，他的故事上了新闻。4年的时间，原来的地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老婆，他唯一的信念早已改嫁他人，还生下了个女儿，而且他的房子车子也归他人所有。但他还是忍不住去看了妻子，两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。但男人最后为了不破坏老婆的家庭，最终选择默默接受这一切，回到原来的公司继续上班，将4年前最后一个没拆的快递送到目的地。